欢迎来到 HSK 二级标准课程，我是 Rachel 老师。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第14课的内容。好，首先跟老师一起来读一下标题。你看过那个电影吗？你看过那个电影吗？OK，Have you seen that movie？好，那么我们一起来学习今天的内容。好的啊，我们先将图片和词汇一一对应一下。好的，我们一起来看第一个电影院电影院，OK，cinema，电影院。Did you often go to the cinema？好，我们选择 D。你经常去电影院吗？好，来看第二个，等啊，等，wait。好，我们选择 A。OK，好，非常棒。好的，第三个，晴，对不对？晴，sunny。我们经常说。晴天，sunny day，it's a sunny day，晴。我们选择 E，OK，好，下一个100，对不对？100，100，100，OK，我们选择F，OK，好，非常棒。好的，下面。打电话，make a call，打电话，对不对？打电话。好的，我们选择C。OK，好。最后一个，玩儿，儿化音，对不对？玩儿，play。OK，好，我们选择B。好，非常棒。好的，下面呢？我们来看一看这些图片，它的中文是什么呀？好，老师带着大家一起来做啊。好，第一个是电视，对不对？电视 TV 电视，好的，电视。我们经常说看电视，对不对？看电视。OK，好，非常棒。好的，第二个是电影电影，对不对？OK，电影，电影，还是看电影，对不对？See a movie，看电影。OK，好，非常棒。好的，下面，电话，电话，对不对？电话，好，下面呢，最后一个电脑，computer，电脑，OK，非常棒。好的，下面我们就进入今天内容的学习。好，跟老师，先来读一下单词。好，第一个，有意思，有意思，interesting，fun，有意思。我们经常说 "This movie is very interesting."这个电影有意思，对不对？这个电影有意思。好，第二个但是，OK，但是，but，但是我们经常说虽然，但是，it's a sentence form，OK，here，虽然，但是。虽然，但是，好，一会儿我们来学习。虽然，但是，even though, but, we don't use this form in English, right? But we usually use this form in Chinese. 好，我们一会儿一起来学。那么我们下面一起来读一下课文 text. Here is A and B.
OK，好，非常棒。好的，那么，哎，跟老师一起来读。你看过那个电影没有？你看过那个电影没有？啊，do you remember what we learned last lesson？哎，是不是也有一个 at the end of sentence 没有，对不对？哎，这节课还是 at the end of sentence 没有。好，我们一会儿一起来学。没看过，听说很有意思啊。没看过，听说很有意思。OK，好。那我们下个星期一去看吧。啊，next Monday。那我们下个星期一去看吧。可以，但是我女朋友也想去。可以，但是我女朋友也想去。OK，好，非常棒。哎，我们读完了课文，来回答几个问题啊，answer a few questions。好，listen carefully，哎，听清楚。第一个问题啊，the first question。B 看过那个电影吗？B 看过那个电影吗？哎，B 怎么说的？B 说没看过，听说很有意思，对不对？没看过，听说很有意思。OK，好，非常棒。好的啊，the second question，哎，好，听清楚，他们什么时候去看电影？他们什么时候去看电影？哎，他们说我们下星期一去看吧，对不对？我们下个星期一。去看吧，OK，好，非常棒。哎，那么这里呢？哎，here is an important language point。哎，看一下啊，你看过那个电影没有？哎，这里有一个过，对不对？哎，过是什么意思啊？啊，我们知道这个看，对不对？我们知道这个看，see 的意思啊，see。那么这个过呢？哎，what's meaning？哎，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好，我们一起来看。OK，here，啊，它是一个结构助词，结构助词，the structural particle，过。好，a verb followed by the structural particle 过 usually indicates a past experience action。啊，它表示一个过去的，对不对？过去的 past，which hadn't lasted to the present，它没有持续到现在。It's not related with，it's not related to now。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examples，哎，我们就会了。好，跟老师一起来读。他们来过我家，哎。过，他们来过我家啊，They have been to my home。好，哎，这里就是过啊。好，第二个，我看过那个电影啊，我看过那个电影。I have seen that movie。哎，我看过。好，非常棒。哎，我们继续来看，我去过中国，OK，我去过中国，哎，你去过中国吗？好，你去过中国吗？OK，好，非常棒。OK，here we can conclude it，主语 subject 加动词，哎，来看去 verbs。加
过，爱加过加宾语，OK，here，好，非常棒。哎，那么我们，哎，老师来准问几个问题。OK，ask a few questions. OK，the first one, right here. 你去过中国吗？你去过中国吗？哎，我们可以说我去过，对不对？好，我们还可以说我没去过。OK，好，非常棒。好的，next question 啊，listen carefully。来中国之前，你学过汉语吗？啊，来中国之前，你学过汉语吗？Did you learn Chinese before you came to China？哎，你可以说，you can say 我学过。OK，你可以说我学过，而我没学过，对不对？OK。我没学过，好，非常棒。哎，那么我们继续来看，好，here，OK，negative form 这个否定啊，否定句式，没有 is added before the verb 啊，它加在这里啊，我们来看，没有，OK，here，没有。我们啊，一起来读一下。好，跟老师一起来读。他们没有来过我家啊，他们没有来过我家。哎，they didn't have been to my home. OK，好。第二个，我没有看过那个电影。没有看过那个电影，I didn't see that movie 啊，I didn't see that movie。好，第三个句子，我没有去过中国，哎，我没有去过中国，哎，I didn't been to China，I didn't have been to China。好，那么，哎，we can conclude it，subject。主语加没有加动词啊，没有来，没有看，没有去啊，没有加动词。OK，好，加过，哎，加宾语。OK，好，非常棒。Is negative form 否定形式。好，那么let's go on，我们继续来看啊。In the interrogative form，在这个疑问句中，没有 is added at the end of sentence 啊，就是我们刚才说的。OK，here 没有，没有，没有。OK，right？好，那么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句子啊。好，第一个，他们来过你家没有？哎，他们。来过你家没有？Now the speaker don't know, right? The speaker don't know. 好，第二个句子，你看过那个电影没有？哎，你看过那个电影没有？哎，你可以说我看过，你也可以，you can also answer 我。没有看过，对不对？好，第三个句子，你去过中国没有？你去过中国没有？OK, the speaker don't know. Speaker don't know. 好，你可以说我去过。哎，you can also say 我没有去过，对不对？好，我们学完了这个。
啊，three forms。好，我们一起来回答几个问题。OK，here。好，the first one，你去过王老师家没有？你去过王老师家没有？哎，你去过王老师家没有？OK，it's wrong. OK，I write again. 你去过王老师家没有？哎，did you have been to Miss Wang's home? Miss Wang's home. 哎，你可以回答我。去过，哎，you can also answer 我没有去过，对不对？哎，you can two answers。好，第二个问题，你看过中国电影没有？啊，你看过中国电影没有？哎，你可以说我看过。OK，you can also answer 我没有看过。OK，好，非常棒。哎，我们学完了这个过结构助词。好的，我们回到课文中。We go back to the text。好，我们来继续学习第二个课文。哎，我们一起先来读一下单词。OK，here，虽然啊，我刚才说了，对不对？虽然，但是，好，我们一会一起来学。好，第二个呢？哎，次，time，次，哎，次。好，第三个，玩儿，to play, to have fun, 玩儿，哎，我们可以说 play game, 玩游戏，对不对？哎，I write here, 玩游戏，玩游戏，它 play game。好的，我们读一下课文吧。OK，here is A and B。好，跟老师一起来读。听说你去过中国，哎，去过，对不对？还想去吗？啊，听说你去过中国，还想去吗？OK，我虽然去过好几次，啊，several times。我虽然去过好几次，但是还想再去玩玩啊。Many points, right? OK，好，我们一起来看啊。我虽然去过好几次，但是还想再去。玩玩，哈，though I've been there several times, I still want to go for a player again。好，我们继续来读啊。那我们一起去吧。那我们一起去吧。好啊，到时候我给你打电话。好啊。到时候我给你打电话，OK，好，非常棒。哎，我们回答几个问题啊，Let's answer a few questions。好，第一个问题，B 去过中国吗？啊，B 去过中国吗？哎，B 说
我虽然去过好几次，对不对？So we answer B，去过中国。OK，B，去过中国。好，非常棒。哎，那么，哎，the next question，几个人一起去？哎，几个人一起去？How many people？哎，他说我们，对不对？We two people，我们，哎，两个人，两个人。好的，那我们来看刚才老师说了这个。虽然，但是，对不对？虽然，但是，好的，我们来看一下。虽然，但是啊，what meaning? We don't use it in English, right? 好，OK，here，它是关联词，哎，关联词，the pair of conjunctions，啊，它 the conjunctions 虽然，但是。Connect two clauses 啊，它连接着两个分句。OK，forming a complex sentence indicating an adversative relation，它表示一种转折关系。哎，转折关系。好，我们看一下例子，哎，我们就会了。好，跟老师一起来读第一个句子。虽然外面很冷，it's cold outside，但是房间里很热啊。虽然外边很冷，但是房间里很热，right？啊，it's cold outside，but the room is very hot。好。那么，哎，它表示了一种转折关系，对不对？好，那么我们来看第二个句子。虽然汉字很难，但是我很喜欢写汉字。哎，the Chinese characters are very difficult, but I really like to write characters。好。那么它也是表示了一种虽然 difficult，but I really like it，right？好，we don't use it in English，but we often use it in Chinese。好，那么我们来看第三个句子，next one。虽然是晴天，哎，虽然 it's a sunny day，but it's very cold。但是很冷，对不对虽然是晴天，但是很冷。好，非常棒。哎，那么我们，OK，那么我们呢，一起来回答几个句子。OK，I write here。好，第一个，今天。天气weather 不太好，同学们，students，同学们还想去踢足球踢足球，play football。好，今天天气不太好，同学们还想去踢足球。哎，where we can and 虽然但是，哎，我们家在哪里啊？OK，here。虽然今天天气不太好，对不对？但是同学们还想去踢足球。OK，here。虽然今天天气不太好，但是。同学们还想去踢足球。OK，good，好的，next sentence，哎，还有一个句子another，OK，right here，那个饭馆很小，
做的菜很好吃。OK，好，我们一起来看啊，那个饭馆 restaurant 啊，很小 small，做的菜很好吃。The dish is very delicious。哎，我们来看 where we can add it。OK，here。虽然那个饭馆很小，但是啊，做的菜很好吃，对不对？OK，good。好的，我们学习完了。虽然，但是，哎，我们回到课文中啊。好。哎，我们刚才学完了这个，虽然，但是，哎，还要记得这个玩儿，哎，玩游戏。好，那么啊，我们继续来看，OK，here，好，那么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单词，请，哎，跟老师一起读，晴，sunny，fine，clear，晴天，it's a sunny day，晴天，好，我们一起来读。课文，Here is A and B，哎，跟老师一起来读啊。明天天气怎么样？明天天气怎么样？虽然是晴天，但是很冷，对不对？啊，虽然是晴天，但是。很冷，OK，那还能去跑步吗？那还能去跑步吗？OK，可以，但是你自己去吧。可以，但是你自己去吧。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啊，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OK, here we can see, there is not, 虽然，对不对？啊，这里没有虽然，啊，这里没有虽然。Sometimes we don't use it, we use 但是，we use 但是，我们有的时候不加虽然，啊，直接说但是。好，我们在后面呢，我们还会学习到。OK，好，那么回答几个问题，answer a few questions。哎，第一个问题，the first question 啊，listen carefully。明天天气怎么样？哎，明天天气怎么样？It's very easy, right？啊，B 说，虽然是晴天，但是很冷。OK。好，非常棒。第二个问题，B 去跑步吗？B 去跑步吗？哎，B 说你自己去吧，对不对？B 不去跑步。OK，好，非常棒。好的，我们继续来看啊，最后一篇课文，哎，跟老师一起来读。单词，百，哎，百，hundred，百，啊，100，100，好，200，200，哎，100，200，300，400，对不对？OK，百，好的，非常棒。哎，我们来看一下课文啊，A and B，OK，跟老师一起来读。你在这个商店买过东西没有？你在这个商店买过东西没有？OK，没有，对不对？At the end of sentence。好，买过一次，买过一次，哎，一次，对不对？OK，这儿的东西还可以。啊，还可以，我们之前也学过啊，just okay，这儿的东西还可以，就是不便宜啊，not cheap though。
就是不便宜。好，我喜欢这件衣服，我喜欢这件衣服，但是觉得有点贵，有点儿，我们是不是也学了？A little。我喜欢这件衣服，但是觉得有点贵。哎，我们是不是发现了？OK，here，也没有虽然，对不对？But the meaning is same. It's a meaning. 啊，它的意思呢是相同的。have and not have the mean is same meaning. 好，我们继续来看，200还可以，200块还可以啊。200 yuan is not that expensive. 喜欢就买吧。If you like it, just buy it. 200还可以。喜欢就买吧，OK，good、okay,。哎，我们看到了这里有一个啊，一次买过一次，哎，次是哎，what's meaning？once 一次，once。好，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次，OK，次啊，here，它是一个哎动量补语。The complement of frequency. The complement of frequency 次 is usually used after the predicate verb. 它放在了谓语动词的后面啊，after the predicate verb，用来表示动作发生进行的次数。OK，here，用来表示动作发生。进行的次数，indicating the number of times that an action has taken place。好，I is it is not easy, right？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it's so easy。好，哎，跟老师一起来读啊。OK，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对不对？次。哎，一次，哎，三次，一次，一次，对不对？三次，一次，一次。好，我们一起来读。我们看过三次电影啊，我们看过三次电影。哎，we have been see this movie three times. Times, right? 三次。OK，好。You can remember the position. Okay, here. Before the, after the verb, right? After the predicate verb. 哎，它在这个谓语动词的后边。Okay, 好，我们来看第二个句子。他们坐过一次飞机。哎，坐是不是 verb？Okay，坐。坐，哎，他们坐过一次飞机。OK，they flew once. They flew once. OK，好，第三个句子，我在这个商店买过一次东西。OK，买，buy，right？哎，buy，also verb. OK，here，verb，买。我在这个商店买过一次东西。OK，good。那么我们可以总结一下，哎，subject 加动词啊，加过加 number 加次，哎，三次、一次、两次，OK，加。宾语，对不对？好，非常棒。哎，记住这个啊，主语加动词加过加 number 次加宾语。OK，good。好的，我们啊一起来看。好，这里呢啊，let's go on。When the objective or verb is a place。The complement of frequency can be put either
Before or after object？啊，它可以放在前面，也可以放在后面。啊，我们来看一下啊。OK，near，here，啊，对不对？它放在了这儿。那么，so，哎，where's the object？OK，here，北京。中国医院，is a place, right? 北京，China and hospital are verbs。它是表示地点的名词，它就放在了前面，对不对？OK，它呢放在了前面。好的，那么啊，我们还可以，OK，还可以啊，change the place, right？OK，I change the color. OK，here，三次，一次，一次，啊，北京，China Hospital，change the position，right？啊，当这个 object，when the object is place，we can change the position，we can change the position。好，北京，中国医院。哎，好，那么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啊，一起来读。第一个句子，我们去过三次北京。哎，我们去过三次北京。好，change the position。我们去过北京三次啊，three times。我们去过北京三次。OK。好，第二个句子，他们来过中国啊，他们来过一次中国。OK，here，他们来过一次中国。OK，change position，他们来过中国一次。哎，他们来过中国一次。Ah, it's all good. It's all. It's all good. 好，第三个句子，我上星期去过一次医院。哎，我上星期 last weekend，我上星期去过一次医院。OK，change position。我上星期去过医院一次。对不对？哎，好，非常棒。好的，we can change position when the object is a place。好，我们记住啊，记住这个。好的，非常棒。哎，我们继续来看。OK，the last one。When the object is a personal pronoun，啊，它是一个人称代词的时候，比如什么，just like 你、我、他，对不对？这里是他，he，我，I，我，I。好的，the complement of frequency should be put after the project，after the object。好，它是，OK，here，放在了啊，after，right？OK，三次，一次，两次，啊，它的位置是 the position here。是这样的，啊，当它是人称代词 personal pronoun，OK，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啊，老师带着大家一起来读，我们找过他三次，we've looked for him three times，我们找过他三次，OK，他们看过我一次。哎，他们看过我一次，OK，最后一个，老师叫过我两次，哎，here's 叫，that means called，you can see called，the teacher called me，the teacher called me twice，OK，好，非常棒，哎，一共是 three forms，do you remember？
OK, the first I 它是放在动词的后面。OK, the next one A 是地点，中国北京医院。A is a place. 好，we have two forms. And the last one 啊，它是人称代词 personal pronoun，它是放在宾语后面，对不对？好，非常棒啊！我们回到课文。OK 啊，我们刚才读完了这篇课文。好的，那么下面呢，我们学习完了课文和单词。好，那么我们再一起回答几个问题。哎，老师带着大家一起来做。好，第一个问题，他们看过那个电影吗？啊，他们看过那个电影吗？哎，怎么说的？没看过，对不对？没看过，听说很有意思。啊，没看过，听说。很有意思，OK，好，非常棒。好的，第二个，他们想几个人去看电影？啊，他们想几个人去看电影？记不记得？三个人，对不对？啊，三个人，我的女朋友，还有他，对不对？啊，三个人，OK，好，非常棒。好的，第三个问题。他们想来中国做什么？他们想来中国做什么？啊，他们说想再去玩玩啊，再去玩玩，对不对？OK，good，想再去玩玩。哎，好，非常棒。好的，啊，下一个问题，为什么他明天？不能去跑步，哎，为什么他明天不能去跑步？哎，他怎么说的？他说他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对不对？哎，好，我们再来读，说一遍，他还有很多事情要做。OK，good。他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好的，最后一个问题啊，last one。女的觉得这个商店的东西怎么样？啊，女的觉得这个商店的东西怎么样？哎，她说，哎，她怎么说的？这儿的东西还可以。就是不便宜，对不对？哎，这儿的东西还可以，就是不便宜。好，我们再来说一遍，这儿的东西还可以，就是不便宜。好，非常棒。好的，那么下面我们一起来。哎，做一下语言描述。OK，好，老师带着大家一起来做。你以前，哎，我们说吃过，对不对？哎，你以前吃过这种水果吗？OK，你以前吃过这种水果吗？好，第二个句子，我去年啊说。见过你姐姐一次，哎，我去年见过你姐姐一次，OK，good。那最后一个，虽然天气很冷，啊，虽然天气很冷，但是他，哎，我们可以说去游泳了，对不对？虽然天气很冷，但是他去游泳了。OK，good。那最后一个，虽然英语很难，但是他，哎，我们可以说，
坚持学习。I insist you learn. Okay, good. 哎，我们学完了单词和这个哎课文，我们继续来看。哎，pronunciation，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pronunciation。好，感叹句的句调啊，the intonation of exclamatory sentence。好，a Chinese exclamatory sentence usually has the following intonation 啊，使用这个降调。OK，它是降调。好，我们一起来读吧。第一个，今天天气真好啊，对不对？哎，今天天气真好啊。哎，it's not 今天天气真好啊。啊，it's not 今天天气真好啊。啊，today is so good. The weather is so good. OK，第二个句子，这个汉字真难写啊！这个汉字真难写啊！Right? And this Chinese character is difficult to write. 好，下一个，第三个，这件衣服太漂亮了。这件衣服。太漂亮了，OK, good，哎，这是一个降调，falling 啊，falling，falling 啊，对不对啊？OK, good，好的啊，我们最后来看 characters，characters，好，我们来看啊，第一个雨字头，哎，雨字头，一般雨、云、雨等天气现象有关系。哎，云雨，好的，我们一起来看 for example character 啊，老师写在这里，I write here。OK，第一个汉字雪啊，雪。OK，我们经常说下雪，对不对？下雪啊，下雪。好，下雪，have snow。Okay, good. Ah, where's the radical? Okay, here. 雨字头，对不对？雨字头。Okay, it's ugly, right? 雨字头。Okay, 四点水。四点水。Okay, good. 好的啊，我们一起来看第二个吧。雾，哎，fog mist，雾，雾，fog，哎，where's the radical is same position, right? 啊，same position here。雾，OK, good。好的，我们来看第二个啊，来看第二个，贝，哎，贝字旁。一般与钱财、鼎类的器物啊，鼎 in the ancient cooking vessel，贝 in the ancient Chinese is related to money，贝啊，now we use money，right？We use money，but in Chinese ancient Chinese we use the like 贝 this kind of thing to change things。Rice or anything else? Okay, good.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哎，单词。第一个财，哎，财 wealth, money. 哎，我们经常说钱财，钱财 I same thing. 钱财啊，money, money. Or you horse, just like. Okay, very theoretical. 啊，here，背，对不对？背，哎，我们再来读一遍，财，啊，财，OK，好，非常棒。好的，我们来看第三个啊，下一个词，第二个词啊，我们来看第二个词，货，哎，货，OK，here，
货，goods 啊，commodity，我们经常说货物啊，goods，货物，at the box many box，all right，OK，我们啊，where's the radical？啊，这个被，right？货物，货，OK，good，货，好，非常棒。哎，那么我们现在呢就学完了今天的内容。好，我们啊，let's rehearse it。我们来看看我们今天都学了什么。好，我们先是看了这个结构助词，对不对？哎，结构助词过，哎，when 在这里过，after the verb。After the verb, I express past. Okay, good. 哎，那么后面呢？啊，negative form，对不对？没有加动词，negative form。哎，然后，and 没有，没有，没有啊，interactive. Okay. 下面呢，我们学习了虽然但是啊，conjunction 虽然但是虽然巴拉巴拉。但是巴拉巴拉，对不对？哎，表示转折的关系。好，哎，下面我们学习了这个动量补语次 the complement of frequency 次啊，第一个是这个 number 加次，哎，number 加次 after the verb。第二个呢是啊，当这个是北京中国医院啊，some kind of this place。Place，他们是 can change the condition 啊，change the position。OK，后面我们啊还当这个你我他啊人称代词的时候啊，我们放在它的后面，对不对？啊，after the personal pronoun。OK，good、okay。好，我们啊最后看了这个 pronunciation。今天天气真好啊，哎，这个汉字。真难写啊，对不对？OK，好，非常棒。哎，最后我们学习了这个 radical 雨字头，哎，这个雪雾。好，我们还学习了被，哎，被裁货，对不对？OK，good。好，那么我们今天就学习完了。哎，今天的内容啊，我们一定要复习我们前面学的和今天学的。好，那么我们就下节课再见吧。OK，再见，拜拜。